我们看这题目，根据正割、余割与余切函数的图形，完成下列的表格。那么我们根据正割、余割与余切函数的图形，我们可以完成这个表格。好，那我们先看正割函数 y 等于 secant x，那定义域呢？这 x 不等于 n 派加二分之派，那 n 为整数。这值域呢是 y，那 y 取绝对值是大于等于一。那么这时候对称中心呢，这是 n 派加二分之派零这个点，然后对称轴这是 x 等于 n 派，那 n 为整数。余割函数这 y 等于 cosecant x，那定义域。这 x 呢？x 不等于 n 派，n 为整数。值域这 y 取绝对值是大于等于一。那么对称中心呢是 n 派零，好，这些点，那 n 为整数。对称轴这是 x 等于 n 派加二分之派，好，n 为整数。余切函数 y 等于 cotangent x，那定义域呢？这 x 不等于 n 派，那 n 为整数。值域呢？这 y 可以是任意实数。那对称中心就 n 派加二分之派零这点，以及 n 派零这点，那其中 n 为整数。